我真的觉得很厉害，可以突破国术。哎、欸，国术地了啦，你遐大地就是绿带，绿带，绿带，我唔知影呢，你讲话啦。你好烦哦，撩死！我好卖，我好卖嘞。哎呦，这么大地！唔免啦啦。哎，这等下，这等我过来。我讲这个，那么大地哈，大片的。你等下你赶快清蒸，你要姜味三碟，姜味四碟，赶快五百块钱买。过来。是啊，我肯定就给你买了，兄弟啊。我包哥哥先来五百块。五百，五百有无？安尼来较紧嘞，来五地五百啦，大地五地五百好啦，五百块五百好不？五百，五百，五百，大地哦。你卖四地五百，只卖五地五百，阁无人要吃。出大地呢？好来，卖面来，卖面来，要肥了。今日到这介绍，拜托。来来，把房过来，这两箱来把房过来。啊，你四地存这四地无？安尼我问一下，四地先卖了300块，300好了。三百。有无？无人爱吼。四地哦。300块，无。OK。无。啊，无人爱，无人。啊，你来，我们是要吃黄鱼的哈？吃，诶，黄鱼搁有啊，别搁有无？黄鱼哦，黄鱼走。啊，这黄鱼啊，黄鱼啊，等伊啊，黄鱼师傅吃，黄鱼师傅吃，爱吃黄鱼上来，这不抬起头发尾，这不倒尾，会增长。姜尾、啥尾、姜尾、细尾上来，这姜尾卖500块，500块，这四只500，你就买袂着啦。这五尾500块，这500块，500块，这五尾500，这五只500无，这500块无人爱，这6只500块，你来吃这。6只500块，五百，无人来吼，无人要收哦。来，这些来，不要紧来，无人来，卖面。不要吃啊！快点，不要想那么久了，赶紧来。快点。做鸡鸭嘛，无时间过来，赶紧来时间。来三时间。鸡鸭清风啊！来六来，我来切一个，赶紧来。鲑鱼啊，较小心嘛。还有500先卖500块，500好来，赶紧来。三来，五来，来。你不知道结婚是冲动吗？五百。陈玉成今日讲要做做，无我回来呢，无我回来呢，想要去洗温泉啦，讲无爱回来。你要洗温泉？讲无爱回来啦，你讲话。你，嘿啦，惊放的啦，唔回来啦，你。啊，你是？你唔是习惯？你唔是习惯啊？虽然是习惯就对啦，来五百来，六百来，七百来，佫剩下来500块，500好对啦。五百。500好啦。500啦，500，500好，500，500无啊吼，这边来。进来进来啊！这只五百块在卖啊！五百块，一尾来，两尾来，三尾来，一尾七三嘞。七尾五尾来，这六尾七尾来，五百块500块。过来，我们叫黄鱼无？进来哦，黄鱼哦。500块，500无啦吼。过来，安尼来，过来，你今日食什么来？啊？这什么？对啊，咸酥鸡啊。咸酥鸡啊。哦，咸酥鸡好了，咸酥鸡买300好不好？哎，300块你给我好了。300好了。来过来，我们叫咸酥鸡无？来300块，来300嘞。哎，这个人来无？这规地鸡腿肉、整块鸡腿肉落去做的，来过300块，有200，有300块，300无吼？安尼我问者，我问者，你食袂了的，来买2包200对，200块。200头钱。这整块鸡腿肉落去做的，来这2包够200有人来无？来，这10个囡仔，这上面季节七大锅季节上火的，我问你要头前够钱来？够200块先买200块。200块够人来无？200。200都没有啊，200块，200块，来头前要不要？来，这就会了。哎，200还有谁啊？200块，对啊，200有无？200块，200块，200，我来试试看，过来。加钱无啊？哦，啊有人要吃黄金仓的，还是这码头这大只有人要吃无？这码头这大只无这黑人，我先来问一下。那看果子炒好的。等于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、蒸鱼，我会吃下来。不是虾仁上来了，安尼啦，我来讲啦，你要食虾仁，赶紧加上上，你后礼拜要搞会再加上无啦。不然我给你开500，就400、300拢免。你有想要食虾仁的上来？200了。200。好嘞。200块200哦，今年哦，这大份200。虾仁200块200嘞。哎，下年200块，下年200块了，下年200块，下年200块，下年了。哎，下年个下年200块了，200块，来，下年啊，200块，下年200块，下年200块了。进来进来哦。哎，下年个200，下年200块了。啊，下年个200，下卖200块，下年200块，200块，200块。啊，下两个下来200块，200好了。200。后礼拜要搁我买200无啊？好诶，来200搁下来200块，200。来讲后礼拜来讲，诶，我顶礼拜啊买偌济啊？来个200下200块，200，你有200块200。来，下来。
等于炒饭炒面都是叫好钱，包馄饨啦。哦，礼拜三下来八多。两百块两百啦。后礼拜三下来国桥。你真正无相当功夫，你请袂回了。来去啦，天。笑下下面这个还是上面？这个金木乳啊。我刚才没用到。来，搁先买，搁先买来，两块来，四块来，哇，四条来了，五块又来了，五只来，六只来，七只来，来八只、九只来，这十只后来，十一来，十二只来，十三只后来的，十四后来，十五来，搁先来300块、300块了。老爸。搁先来300块、300块了，下段300个人来。300块、300块、300、300、300、300、300、300、300。好，先生，各位大家，大家五百个赞，快点剩二十七个。我先帮我按到500个赞，谢 Q， 谢 Q。这个，本来呢，这个也贵呀，很多的，是吧？哦，落鱼，先买落鱼，买300块、300块，你要出价拢无啊，后壁拢无落鱼啊，这一尾一斤重，一斤才750，两尾卖你300块，先买。
来前尾三尾三百块先卖落去，前尾三尾三百，佮见两个人加着无啦。来，四尾来三百块先来，两个人加着无，白公斤才无无啦，三百块才三百块哩。我要我要这个。来啦，啊，青菜两百块来，三百块先来，最后一个三百块。哎呀，三百块，来，我来我来。还一台多利油啊，坐过来多利油。来，谢谢。多利有人要吃无？多利，多利最好吃，你注意听我讲哦嘿，你完全拢无刺，一根骨头、一根刺都没有。对哦，你若食着一根骨头，一根刺就对啊。这卤鸭可以等我切，不要紧。你超市起码有好几包，你这边一百块、一百块多。你有好火锅店、铁板烧拢用这哦，鲜鱼排用这啦吼。哎，你有诶餐厅做糖醋鸡排嘛用这，你一包卖你百块，两包卖三十、三十五。这两包现在三百块、三百五，这两包三包。哎，包括我，我只三。锅气，它有把锅气包进去，就是有一点恰恰的。哎，两百五，两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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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块的多利，两百块。今天啊，你等给煮麦好啊，哦，煮汤煮麦拢会使，清蒸也可以。哎，这两包够两包，两百五，两百块。用煎的也可以。两百块多利都唔加煎，两百块两包够啦。来，落来，落来。啊？这包干啦啥？过来，多利无啊？无多利鱼，伊就是你铁板烧的鱼排就是多利鱼啊。哎，过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用蒸一片啊。哦，两百块。这是啥的？铁板烧是。锅底。哎，两包两百块，还有谁要两包两公斤两百？铁板烧一袋要卖八百嘞。多利鱼啊，两百块，两百拢无啦吼。安尼我问一下，你食袂了买一包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了。一百。一百块。一百。啊，一百块，我想来一百块了啦。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个人来无？一百了。一百块，一百，叫你买一百呢，叫你买一千呢，叫你买一百，叫你唔是买买一千，来头前来买啊，买一百先啊，一百块一百块了，一百，一百块还有谁啊？一百块了，一百无啦吼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一百块一百，一百，一百无啦吼。你怎个可能丢了？我存起五包呢，还是包你几多钱？哎，还一百下我。还在北区的人，就北京五八一啊！哦，这种台二没个台啊！哦，叫你这样，给这等你的高勇杨叔叔打这里，那种开了再开不八九四八七，对拢哦，给这种台二进还收盐哦，还两百块留两百块，两百块钱来个这里，还个人还冇两百块两百块留啊？这一圈吧。这个能包两百不？来，来，三百哦。还有，来，来。你呢？你呀？来，来，光个，光个。还个能包先卖两百块，啊，这都拢北青啊，这北青好吃。给你讲，我这拢台湾，免个，免个台啊。啊，等下你搞大煎、煮汤、煮麦拢会使，煮米粉也好吃。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还个能包。还个两百块先卖两百块。两百块不能卖吧？两百块两百。这种唔在规位啊啦吼！现在你等下，两百个人卖吧，两百块两百块了。两百个人卖吧，两百块两百。不要无来，两百块了。哎，最后一个两百块先卖无啊？最后减两百，最后减两百先卖两百块。最后一个两百有没有？最后减两百无人来，这太个空间了。
鱼仔有水无水，你家己看着啊吼。我无你卖八公的鱼仔，这上百块用保证拢中工的啦。哇，啊，这啥个一人买两尾啦？这两尾五百，你若抬我，我甲你拍破，我一人买三尾五百块啦。七尾过送五百块，五百块啦。哎，石斑过上百，我拍破五百块。过来要食石斑无？石斑鱼，你等下你搞清蒸着啊？煮汤好啊，煮姜丝清汤好食。石斑，八又二号食，个人也无五百块，五百块。石斑五百块。九百五百块，我无你卖四只五百呢，拜托的五百块个人啊，五百块搁一个人给五百块呢，来，赶紧来。好收济啊，是要卖两卖二啊五，两只两百五啦，赶紧来，来包起来。来，我搁问一下哦，来，你若小家今仔食饱济啦，无来卖两卖二啊五，两百五个人来无？两只两百五，赶紧来。还有两百二啊五，搁上来两只两百五来头前来。在哪？还有两百二啊五头前过来。没有五十块，有吧？那边有啊。还两百二啊五来，搁上来两百五。还有谁要两只石斑两百五？两只两百五哦。一百二十五块石斑，一百金花的。一百金花的石斑，一百二要卖你一百。敢惊伊安尼卖哦？好好好好好。这还是想遐。哎，最后个箱我搁问一下，个人要来无？来两只二啊五，搁上来两只两百五，搁两百二啊五。石斑鱼两只两百五，够无？来头前来过来。今天其实不好卖，总之他已经有办法卖到这样，很厉害。还个人卖不来，两百二啊五。我们为了给两只两百五，还有人要吗？两百二啊五。按照六百个赞。真的来了。按照六百个赞。这边两个人。来。这里。这里。他靠，他靠，加章鱼脚，还过来买石斑的无？石斑我搁问一下，石斑还有谁要？石斑够无啦？我无人来啊，吼。石斑够无？有啊有啊。两百。来，你也过来，来。还有谁要吗？石斑后面的。啊，个人买无？个人买无对无？两百二也无？拢有啊啦吼。后边够有。啊。过来卖吗？这边啊，李亚哥，李亚哥，李亚哥。哎呦嘞！袋子。哎，还有谁要找五十的？还有谁要两只石斑两百五？有没有？两位九班李亚哥过两百五，两位李亚哥。来。两只两百五，两位李亚哥拢过了吼。哎呦嘞，真是感谢你啦！来，阿你来，我想吃什么？我想吃什么？什么黄鱼啊？好，黄鱼春江的，黄鱼春江的。我黄鱼超好嘞，我拢阿卖你啦，好嘞。黄鱼早。这黄鱼五百块，哦，一尾来，两尾来，三尾五百，四尾五百，五尾五百块了。哎，六只五百块，七只五百块。七只。什么叫黄鱼？你这是？哎，以后我黄鱼。哎，尊鱼。哎，尊鱼。啊。你安那卖？三只啊。一只卖黄鱼。三只五百。三只五百。哎，五百。一只。无你卖一只呢？我卖一只呢。卖你较少，卖你较少是爱你卖较济啦，好欢喜。哎，个人要食黄鱼的无？七只五百块一只，只收七十块尔呢。我要食黄鱼啊，哦。黄鱼啊。啊，无安尼食袂了，买四只三百块有人买无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四条三百，七只三百，七只三百拢完卖。来，来，过来要食什么来？虾啊，虾啊好，虾啊好，贵也袂好，要贵也袂哦。还是要这大只的，大只的卖一千块好无？虾啊，要这吗？这大只的，这较贵，这卖一千块。哦，还是要贵也袂两啊五百块，哦，两啊五百尔，迄两啊五百块。大鹅好无？大鹅好啊！大鹅莫上来。来，你鹅鱼啥物啊？鹅鱼水果水，你家看。哦，我招一个，其实个同款爱食啥来八五百，五百块啦。哦，你正乌咧，咸水袂爽，到底啥物爱食鹅鱼？人讲一鹅二千，二千五块。我等我一下，我等下袂好过来。来，爱食啥个？一尾提起卖百五块，两尾卖三百，三尾卖来，三尾来，你三尾来开五百块，啥物来？四尾五百块，五尾五百块，对，四五百块，啥物食？讲我，你五尾五百有人来，来，这六尾好来五百块，啥个？少钱，五百块。
九十五袋，你对我吧，还要八十块，八十块，八只五百啦，八只五百啦，哎，我一个箱哎，五百块五百块。你这花料不能叫你花生。还过两不讲我，还过来过吧，来我一下。因为我是我负责。我一个。还过两不讲我。